原标题：赵匡胤想称帝，跟家人商量，却被彪悍老姐拿擀面杖打的抱头鼠窜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当今社会许多人在外面人五人六，可在自己姐姐面前却一点尊严都没有，经常被自己的姐姐指着鼻子骂。其实不仅现代社会如此，古代也一样。今天要讲的这位皇帝便被姐姐拿着擀面杖打的抱头鼠窜。宋太祖赵匡胤说起了，也算是家世显赫。高祖赵挑是唐朝末年北京的县太爷，曾祖赵挺也当过御史中丞，相当于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。祖父赵敬曾出任营、冀、涿三州刺史，相当于一省省长。可惜的是，到了赵匡胤老爹赵弘殷死后，赵家彻底衰落，连个干粗活的女仆都请不起。赵匡胤姊妹七个，哥哥赵匡胤早夭，赵匡胤直到30多岁才受到后汉书密使郭威赏识，渐渐出人头地。可即便如此，赵匡胤的工资都不够自己花，更不用说补贴家用了。而赵光义等人就更不争气了，整日只知舞枪弄棒，根本不管家里有没有米下锅。赵家败落至此，最急的还是赵匡胤的姐姐赵氏，不仅要倒贴娘家，还要时不时跑回家帮年老的母亲洗衣做饭，心里有多苦可想而知。渐渐的，赵氏便将怒气发在几个弟弟身上，对几个弟弟是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。公元958年，柴荣病逝，年仅7岁的柴宗训继位，赵匡胤被任命为归德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。2年后，契丹趁机攻打后周，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惊慌失措，直接将军权全部交到赵匡胤手中，让赵匡胤去打战。军中流言四起，说要趁出征之时立检校太尉赵匡胤为帝。听说流言后，赵匡胤也心动了，可又拿不到助意，便跑回家中和弟弟们商量。当时赵匡胤的姐姐赵氏正在厨房做饭，见弟弟们嘀嘀咕咕，立马火冒三丈，拿着擀面杖便跑了出来。当问清嘀咕啥后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拿着擀面杖追着赵匡胤就是一顿打。打完还说，大丈夫行止有心，在家里吓唬女人小孩算什么英雄好汉。公元960年，陈桥兵变，赵匡胤黄袍加身，如愿以偿的当上了皇帝。可惜的是，姐姐赵氏却因操劳过度已经离开人世。也许在赵匡胤心中，宁愿当皇帝还让姐姐拿着擀面杖打，也不愿姐姐离开人世吧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